老头子呀，带我亲。谁知道啊，亲来亲去，我老头子亲死他娘的脚了。哎，自从老头子下山后啊，跟前呢、啊、给我撇下的一男一女，男名本老，女名瓦斗，娶妻。哎呀，儿媳妇丽是如花，气死我了！您都看看啊，我叫我那儿媳妇呀，倒在厨房里给我做晚饭，这不半天再端不出来了，端不出来，让我狠狠的再说。母亲来用饭、啊。这今天穿的还怪时尚的。哎呀，你吃吧，你看我干啥？端过来吧。叫我尝尝好吃再二话不说，干不好吃喂。我还怪厉害的啊，我饶不了你啊，呸，哎呦，烧死咱娘了个贼了。谢谢恶婆婆看出来了啊，真的是唱得好，这个表演也很到位，这个丑角啊都是给大家带来欢乐，很乡土，很接地气。像李活子，他实际是个人丑心灵美。胡老师，我是看着你的戏，听着你去长大了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让学生跟着你学一首啊，中不中？胡老师啊，大家想听不？晓得。啊、我听说当年这个李活子的形象是你的原创啊，啊对，啊，当时好像说是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，一个月的时间，有这事吗？是一个烂尾楼，不是烂尾楼，就是这个，是整改的楼，将近半个月时间吧，正是大热天呢，我一直在楼上没下来，我让把梯子搬走了，我老伴每天用个绳，用个筐，把饭。戏上来，哎呀，我们光知道这段戏好听、啊、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段艰苦的创作经历，朋友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胡老师，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下边我就给大家唱一小段吧，李活子气的跺跺脚，切切切，切得跺跺脚。